我是王瑞瑶，来到了北京的菜市场，来给大家看一看专业在做面的人，他们会做哪几种面。一开始是被这个贝壳面所吸引啊，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很多。再来看，其实这三种都是属于意大利面。然后呢，走到这一区，可以看到很多细面，而且可以看到家常面，还有不一样的，有没有不一样的粗细？也有不一样的材质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看到一个宽面，可是呢，紧接下来的就是一个细面，这个细的面条哦，饼大饼，有厚的饼，还有葱饼，除了葱饼之外，麻饼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有趣。北京的市场，哎。